你喵啥笑啦？啊！吓死你们！另外，杨玉凡也提醒，台湾凤梨外销中国的比重占了97%。如果中国把凤梨挡住其中的20%，到时候国内的市场价格才是真的崩盘。而农会跟我很像，屁啦！产销，因为我们一整年操11万公吨，这样的话就有将近7-8%的一个价格，就会维持在一个很好水准。农会希望7%，如果这样就是很像，差那么多。嘴炮，操你妈的！怎么爱生气？干你娘的！陪你玩就不错了，靠呗！爱生气干你屁事啊！干你娘的，你王八哦！鸡巴，干你娘！你没看大社会哦？干你娘的，傻小！爱生气不行是不是？不爽就滚出去啦！鸡巴，干你娘！不看拍人哦！勇敢来玩 gay 啦，别靠呗啦！爱生气，爱生气干你们屁事啊！娘啦，鸡巴！东西丢地上，你自己捡。这是他们自己要跳学校，妈的嘞！我说他妈，你家现在都在学校。啊！你怎么那么烂？啊！你怎么那么烂？你几百坑哦！但不管你是谁，大小个欧啊，个欧啊 ，O A O 嘛，加个欧嘛，娘嘞，拎不完几百坑 Q 用欧啦 ，O A O。那个有一个班长。喵！你喵啥小啦？哈哈，切掉，切掉。干你啊！喵啥小啦？那个了，锅盖要爆出来了，那等一下一直爆，然后锅盖出来。我在救妈妈！我打到了！啊！被我打到了！我好牛逼呀、啊！真的是被我敲到了、欸，嘿嘿！我就说吧，那个就是会爆锅盖。Nice。我好聪明，我不公布答案了啊！你们都是智障、笨、猜不到、废物、烂死了、智商低、低能儿、脑残！哦 ，What？ 啾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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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躲到不会被发现的地方。躲到不会被发现的地方，这种话你讲得出来？躲到不会被发现的地方、欸，哎，哪里不会被发现？你告诉我。5 4 3 2 1，游戏开始。赶快把视角移开。你得被抓到。Question 9. Let's go for a walk. Walk, W O R K. 有错吗 ？W A L K. 完了，我在秀下线。我不讲话了。这你怎么会是？真的很不爽。我跟你讲啊，全世界的女人给我注意，干你啊！你们买东西在那边给我考虑很久，你妈试试看，超级掰！买个东西他妈想那么久，脑残是不是啊？
想想想，想啥小？要吃就买，不吃就不买。那么一直一直想，一直想，没人等你就好了。小杂不，超级歪。再给我他妈站在柜台前面，我乱转的时候才在想啊！站在后面的时候不想，让你这边一直想，干你啊！再给我想，妈试试看，一直想。小杂不破吧，几歪干你啊！小几歪，为了等他妈带了两个小朋友，他妈的买那么久。你俩两个在那边开杠，鸡掰，然后只开一个台在点餐，你俩鸡掰，两个人在那边聊天，他妈的不会再开多开一台哦。林北只想买个冰旋风，妈的等那么久，操你妈的，好气哦。不然就是两个人站在那边聊天，就开放杀死啊！干你啊！别跟他点餐哦，鸡巴！干你啊！给他鼓赞赞赞！你啊！别几天，别他妈站人家鼓你啊嘞！然后看到我站在，看到我排很长，他妈还不赶快开另外一台起来点。